色，然后就是，但是有很久没有染过了，因为一直拍戏，拍戏的话就是有颜色的头发，所以就一直没有染过。就说哎，反正这次有时间就反正就开心一下嘛，开心一下。一下小心情起飞了啊！哎，当然，我觉得就是还有一点，现在虽然这个发色变回来了，如果再有这样的 moment 的时候，有没有考虑说想突破一下，或染一个什么样的颜色？染个绿的，可以吗？绿色，绿色。我跟你说，我最喜欢的颜色就是绿色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你这到时候一起染啊！这到时候在场的所有人都一起染。我虽然有很多的绿帽子啊，不，我绿颜色的帽子，但是我没有染过这个绿色的头发，也想尝试一下。但是相信我们的渐渐女神染出来之后，一定会引起一个潮流的，大家也会去看哦，这个发型是什么样，颜色是什么样的，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啊。当然，今天来到的。